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。今天有个可爱的小姐姐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素材。小姐姐的号和小强一样，都是在杰卡德林这区的。这个小姐姐可是很有毅力啊，在开服的时候就开始存宝箱了，一直存到现在。今天她还是邀请小强帮她开宝箱，感觉挺开心的。小姐姐的眼光还是很不错的，这都被你看出小强是欧皇的体质。来，咱们先把这些宝箱都拿出来。哎呦，这数量可真多呀，小强都拿到手软了。看来小姐姐是你的忠实粉丝，居然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，你可别搞砸了。放心吧，砸不了。这么多宝箱都开不出好东西的话，那小强拿豆腐撞死得了。很久没开过这么多宝箱了，有点小激动呀。来，咱们快点把它们都给开了，看都有什么好东西。哎呦，就这么一会儿功夫，背包都快装不下了。算了，咱们还是继续开吧，待会再慢慢捡。看着物质大涨提示就是爽呀，哗啦啦一遍，看着贼舒服。一开就是一堆，你还真是够狠的，我还以为你会慢慢开呢。慢慢开多没意思呀，一点都不快乐。咱们得霸气点，这样才能符合小姐姐的身份嘛。说好带你流浪，哎呀，都装不下了，有点难搞。现在背包有一堆半成品，肯定能赚不少金条。你可以把物资都存在仓库，那里不是有很多空间吗？你个呆瓜，这不是开箱时上头了吗？一时没想到。行吧，这主意挺好的，那咱们就按小红说的做。看来要收拾好这些物资得分好几轮运呢。我去，运的太多，游戏都卡掉线了，这么搞事情的吗？没办法，只能重新上一下了。这年头开宝箱也能卡掉线，我也是服气了。果然连系统都眼红这小姐姐呢。好的，咱们继续上线运物资。既然答应帮小姐姐开宝箱，那就得做好善后工作。毕竟提供了一期这么好的素材，小强也只能用劳动回报她了。小强搬运工，你就别逗逼了，赶紧运吧，待会小姐姐还要善后干任务呢。好的，总算搞定了，物资开的还真多呀。这个账号是个挖矿工，现在最赚钱的生活职业。小强也是问了小姐姐，她说要是勤奋的话，一天能赚40000金条呢。不过就是很累的，玩起来一点乐趣都没有。之前小强也是体验过了，挖矿真的很枯燥啊。游戏嘛，就是给人带来快乐的。要是不喜欢的话，那还不如不玩呢。小伙伴，你们看，这就是咱们今天劳动成果，桃子、护木单价都得卖4000一个，这里少说有50个，起码赚了20万金条。高分子也开出了20多个，再加上其他材料的话，今天就赚了30万金条了呢，真是爽翻了。我都有点羡慕了，赚金条好快呀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，我是小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